健康所想，口臭的原因呢，就是很多了。一种呢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。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病人呢，他会出现一种口臭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幽门杆菌不是阳性，是正常的，胃和那个肠的黏膜呢也是正常的。这种病人呢，他出现的这个口臭呢，主要还是一个工作的压力，一个脾气急躁，工作的压力，熬夜。还有一种病人是减肥，还有一种病人是饮食不规律，暴饮暴食。还有一种病人是喜欢吃肥甘油腻的食物。这些病人呢，总的来说呢，主要还是他体内的代谢功能是紊乱了。代谢功能紊乱以后，就从体内通过口腔散发出来的一种异味儿。